残血。哦，被你收掉了。有敌人，敌人上面山上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不用等了，他在山上的树后。我杀了。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今天这一场呢，要跟雅思私底下来玩一下天堂岛双排吃鸡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私底下玩游戏的过程吧。好，我们先你这个标好了，这张你该熟了吧？不熟，怎么可能？那我们就跳这里啊，哪里？好，可以啊。你真的很喜欢农场欸，我在玩无限法则的时候，你也喜欢跳类似农场这样的地方。我排位也都是跳农场啊。好啊，排位哦，好。对啊，农场很开心欸。你太早跳了。啊、真的假的？我又太早跳了。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先下去帮你捡一些装备啦。我到了吗？应该到了吧。哎呦，这是拿铁的习惯嘛。可以勉强。手速快啊！哇，好远哦。糟了，我可能要跑步了。就跟你每次都喜欢的、服装穿错了啦，服装穿到半套了，我穿到那个周末少女加那个帕洛马的组合，穿得怪怪的。欸，你已经落地了、啊、对，还没成，我听到你落地的声音。没关系，我还没成盒。我看到你耶，你在前面耶、欸、背包你有吗？我没有。那你给你拿，你先拿没关系，我有很多武器。 OK OK， 我们都没有其他稳一点的步枪啊。对啊，我只有冲锋枪跟散弹枪欸，我只有 AK 跟散弹枪。哇 ，AK OK 啦，中距离交给你了。啊 ，AK 好难用啊，没有握把的时候。这要让给我吗？好啊，你要拿给你啊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哦。欸，我看到背包哦 ，Scar 给你 ，Scar 给你，这边有一把。好，来，我们换。Scar 在哪里？这里啊，我这里啊，你要我这里啊。这边的小木屋有那个二级包给你啊。我已经拿到，我已经拿到 Coco Gay 了。狗狗给包，好，太好了，好 AK 给我 ，AK 我会用 ，AK 有时候我觉得蛮有暴击力的、欸，他有时候就是他点发有时候对会变爆头，其他枪可能没有他几率高啊，因为他会往上飘嘛，飘飘飘就爆头了，飘飘飘，对啊，有发马斯欸，算了，不想拿这个，我等一下怕等一下线动到，因为现在录影是要接线，手干、欸，投影呢、啊？不要，我不要投影，画质不好。我不要，我要高画质。我画质光 720P 都被人家酸了。敌人吗？真的好严格。敌人吗？什么声音？不是啊，我按到开箱了。哦、因为手机还是不习惯啊，太大台了。好啦好啦，送我啦送我啦，我就接受吧。每次都会不小心啊，我跟你换，你用 iPhone 给我换。我要捡刚刚一个，我用 iPhone 跟你换，你用不习惯的啦。我不用你 iPhone 都跟我一样被跟猪嘴汤一样是右手被封印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啊， iPhone 一样可以投影啊。iPhone 可以投影，我觉得投影不好用欸，我自己不太喜欢投影。我喜欢投影。欸，我们现在往哪走啊？乱走。你要香菇吗？这给你好了。你有香菇吗？我有吃一个。没有。那再吃给你吃。欸，我听得到我的回音欸。为什么？我听不到你的欸。好，配备，你那边配备，你用什么配备？我都戴耳机的欸，我是戴耳机。戴耳机啊。欸，我也是戴耳机戴麦克风，然后用麦克风欸。敌人在下面哦。欸，为什么？不可能啊。现在没有了。哦。好，你再测一下好了。你有看到敌人哦。我用红点瞄啊。打到他吗？他躲到下车子那个车库了。OK。白灰色那间吗？对。我这瞄不到啊，角度这角度会卡死角。没有出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逼他出来。哦，你下去了，这么快？快就是紧，紧就是快，紧快。I cover you。我没有补包。我有，我有五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一
S 方向 ，S 方向山上，就是他有个盆地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开枪了，他好像倒了，他好像倒了。你先过来，我给你补包。哎、欸，你要补包吗？我现在拿到两个了，够吗？应该，我可以再给你两个啊。好啊，好啊。你先拿着。干七啊 ，Man Cake 啊，哦 ，Scar 太好，我还是换一下好了。舔包，舔包。哇、哦，好多补包、哦，你快来，这边补包超多的。好，我留了四个给你，够吧？我发现我现在都还没有头盔耶。啊、真的、哦？那个我终于有了。好。为什么护盾丢那个的声音？凝胶护盾消失的声音吧？是吗？啊、嗯。我听到球棒的声音，是你吗？我。好。秘密。哎、欸，这个头盔哦，你要几哦一级的而已。我有一级的。我有四倍镜，你要吗？要多的吗？对啊，好，我多两个，超需要的，两个都给你。好，感谢你丢地上了吗？没有，进房子，进房子说，外面不好说。两个全部给你，一个就好了，拿两个。我有三个啊，我一把散弹枪啊，我配一把散弹。山上不知道在不在？你觉得我们要开车还是不要开车？随便啊。好，那我们不要开车好了，有几站？可我倒没杀到人欸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那刚刚那个山上那个人呢？刚刚那个人，我打倒他，可是我不知道后来他跑去哪里了，看不到，因为他就爬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我又爆劈了。是假的？我没有欸。他手上的数字正常，但是我捡东西捡不起来。哦，那应该就是有问题了，对。哦，你觉得我们要找个点吗？我找不到敌人欸，怎么办？敌人到底在哪里？找空投看看，有空投。欸，有啊，有空投欸。哎、欸，有香菇，这香菇给你，这香菇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哦、然后我去看有没有敌人。15的方向，15的方向很远、啊。哇，很远、欸，这山上了，没有人。又听到 Kono 的声音了。哦，这个比较近，一方向山上。一方向，我看到了，可是要爬上去哎、欸，我们要开车啊。没有，我直接爬上去。哎、欸，我大家可以玩一下陨石流吗？什么叫陨石流？就是我会在决胜的时候那个小点，然后丢个空投，然后砸死敌人。砸死吗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是我要试的东西啊！我在试陨石流，等下有空我来试一下拿铁召唤陨石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那个很痛哎、欸，那个砸到车直接爆，我就死了。这么夸张？砸到车子直接车直接爆？对，我试过了，空投信标掉下来直接死，车爆炸你也死掉，超嗨的，根本就是陨石术哦、喔。红的有什么？好、啊，你慢慢走路啊，我开车掩护你。我已经到了，超快的、欸。有令，这样令狐冲吗？那因为你那边有车身，我要怎么行动？你有两层车身啊？你听到声音两层？有东西吗？手机的声音有传过来我这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会听到我手机的声音啊？你不是戴耳机吗？这样应该录不到啊。有人开枪！哇哦，在哪里？消音吗？在分方向。是，哇，是消音啊！我没看到他的位置哎、欸。我先跑一波。看到了。等一下哦、喔，你先等我一下哦、喔。他都有 bug， 不能补血。不能补血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打趴一个了。N 方向是吗？有什么障碍物吗？他要过来树这边的。好，我来了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我快到了，再给我五秒，哎、欸，你杀光了、喔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杀光了。哦，好无聊哦、喔，我刚想要开个车引敌人，哎、欸，果然真的有人哎、欸，可恶！我觉得吉普车不能够车上补血，超奇怪的。是我啦，都可以，因为你两层的声音，远处也听到，然后又听到好像很近的声音。哦、SVD， 那我不开车了。好奇怪的声音，有什么装备吗？就很多步枪子弹，多到不是多到可以开武器库了。车子来了，看到了。我
可以听到我的枪声呢，哇！自己的枪声？对啊，你听得到我的，听得到自己，我也听得到自己的枪声啊！我听得到你那边传来我的枪声。啊？残雪，我要去追他，他在哪里？我看到他了，山上。哦，被你收掉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刚跑来我这里啊。他也打 W N 呢，你要不要玩？不要，这场不想玩 W N。哎 ，W N， 哎 ，W N， 哎 ，W N， 真很多补刀。好啊，捡一下好了。大家都要跑来这里了啊！剩两个而已啊，这两个，对啊，结束了、啊，还没有杀到爽哎、欸，才杀三个而已。好、啊，剩下两个给你杀、啊，我去归起来了啊！不要，交给你哦。哎、欸，好快啊！为什么我觉得最近的双人模式这么快啊？没有，是因为我们太强了，开玩笑是吗？我们是吧？哎、欸，你有队友啊？你要这样想，平常我们一个人玩的话就会不是、欸，我跟一米玩也是这样哎、欸哦。你跟一米玩怎么样？也是，就是很好吃鸡吗？圈就已经剩两个敌人了。你知道我跟一米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超痛苦的。那个手机不是 iOS 的手机，不是我平常玩的手机，是手机是朋友借的那只手机，你知道 Android 那只？对，那只超难用。你知道我完全听不到游戏音耶，我就想哇，我知道怎么游戏哦，我连敌人开枪的声音我都听不到。没有要观看，好好笑哦，大家都观看，大家都不看。啊，我这边有五个人观看我哎。啊，都没有要看我，他都出去了。他说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不要，他可以切换。有敌人，敌人上面，山上，看一下哦。哎呦，他开枪打谁啊？该不会是两队吧？不对哦，他应该不是打我们哦。好，可能有两。没有，刚刚我被射了几枪，但是没射中、哦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不用等了，他在山上的树后。我塌了。右边，两只后面，后面他在你后面。没有，他倒了，有一个倒了，剩一个。后面还有一只。没有，他倒了。还有一只在这。我知道，那个你太激动了。我跟你讲，他队友已经被我打倒了，然后那个山上一个我知道他残血。哎、欸，你笑，你追着你啊。我看到他，因为我先躲他的那个射击线，他打不到我位置啊。我刚刚是先射他，然后他残血，他往上散跑，然后我把他另外队友先打趴。然后我在等那个，你懂吗？他打不到我位置的时候，我在打他，对不对？哦、oh. ，所以很惊险。你刚刚声音太大声，我说，我想说啊，我刚才其实就想要稳稳的，然后输就算了，赢的话就赢这样子而已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位置打不到得到我，我就赶快换位置，你知道吗？我得先往下移，因为他位置比我好，我要移到他的角度打不到我位置。六六六六，哎，第一场就对啊，第一场就吃鸡了，没有车。好的，今天这一场呢，我们私底下玩了，成功的吃鸡了，在最后惊险万分的状况下呢，成功的击杀最后的敌人。好，今天的游戏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喜欢，可以持续订阅我们，也可以把我们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继续介绍 Free Fire 的攻略情报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